第一种，无损害心，这一条很难呐。为什么呢？自私自利，损人利己，就从这里生的。如何能对一切众生慈悲而不损害？这个跟阿弥陀佛的心愿相应，决定得胜。世间人为什么会造这种恶业？迷得太深，眼光太浅，只看到眼前一点小利。其实你把它看透了，它根本就不是利，它是害。哪来的利？明文利养是利吗？不是的呀。贪嗔痴慢是利吗？可是人人都往这里钻。拼命地想取得。不知道这个东西是祸害，它障碍我们的心得。对一切众生，决定没有损害性。你爱护他，不但你不会杀他，连伤害他都不可能。这是自信心得了圆满的透露。不但没有伤害，你看一定有成就他的心。令得快乐。真有心去帮助他，去成就他。如果那个人我不认识他，与我又不相干，做的是好事，我又何必要去帮助他？跟我无亲无故，这没觉悟啊，这是凡夫心啊。真正觉悟，它不是这个，不是这种心意识啊。他只知道根性有立顿，有生熟。根性熟了，根性立的，先帮助他。先成就他，他要成佛了，普度众生了。我的至亲好友，根没成熟，我可以暂时少帮助他一点，没成熟吗？一个原则，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。这一点要懂就无损害心对一切众生，对山河大地，对树木花草，没有损害心所以首先要自己，要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绝不能让一切众生，任何一个众生有丝毫损害，要常常想，要让他得快乐，不要有任何伤害。这叫无损害心。